咱感谢妈祖长期的保庇，把咱延缓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来九月二二、九月二三、九月二四，啊，这三天呢，啊，圆满，哎，当讲感谢咱大家呢，哎，当讲付出甲奉献。从苏澳南方澳渔港为起点，在锣鼓喧天中展开一连三天的海陆绕境，上千名信众跟着妈祖行脚南洋。今年的绕境队伍行经十个乡镇市，总里程数超过了240公里，参与人数累计高达10万多人，规模相当的盛大。而24号香火在绕境队伍及信众的守护下，妈祖及众神尊顺利回到了南天宫，圆满完成了回銮大典。